高端智能马桶更换夜灯 ，Intelligence Toilet replaces the night light。注意，拆机前请先断水断电，避免发生意外。第一步，用十字螺丝刀拧开马桶后面的固定螺丝。第二步，轻拍上盖后方，使其卡扣脱落。第三步，将上盖部分与主板连接的插头拔掉后，移开上盖。第六步，将整机上盖放置在底座上方，将上盖上的插头插到主控板相应插座上。将上盖放置到位。